今天是复活期第七周的星期三，九日经历已经进入了第六天。在这九日经历即将迫近结束，是渴望我们每个基督徒真的领受天主的圣神，活出灵性的生命。我们在今天的两篇读经当中有一个共通点，也就是说保禄与耶稣他们两个人的心态。耶稣面临着死亡离开这个世界，他并不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也就是说他自己不害怕死亡，他自己所担忧的却是自己的门徒以及所有相信他的人。所以保禄宗徒在今天也为我们记载了他离开厄弗所的时候，他也明白地知道自己迫近了死亡，所以当他说出最后一说出那句话啊，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这句话让他们自己勾起了他们心中的那种痛苦。然而保禄并不是惋惜自己要死亡，而是仍然记挂着厄弗所的教会，因为当时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宣传谬论者吸引他们离开真理之道。这些宣讲谬论的在教会初期呢，他们并没有承认耶稣就是真天主，他们把耶稣跟天使放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如果只是把耶稣放在天使的这个角度，或者是高超的人性，而忽视了他的天主性，那么他的宝血救赎价值就会打折扣。所以保禄担心嘱托这些教会的领导阶层，让他们要努力的去建设自己的教会看好自己的事业。所以他在规劝他们的时候让他们说了，我三年之久在各方面给你们立了榜样，扶助了那些病弱的人，让你们要牢记耶稣的话。所以他并且以自身并没有获得他们传教所应该供给的那些供给，这都是保禄他自己传教的一种风格以及生活的态度，同样也是后世每一个牧者都应该释放保禄的一方面。那么我们想一想，耶稣说我打击牧人，那些害怕打击的牧人呢就会撇下羊逃跑，唯有那些好的牧人他才坚守自己的羊群。所以教会初期有一些宣传谬论的教会保禄规劝他们要维护好信仰的团体，因为他们就如同凶暴的豺狼一样，外面却披着羊皮，他们不顾惜羊群。在你们中间也有一些人起来要述说的谬论，引诱门徒们跟随他们，所以你们要警醒记住。那么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信仰，今天我们要在这九日经历期待圣神的时候，也要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第一点，如果我们要想保有我们自己灵魂的得救，不要有好奇心。有一句俗话说好奇害死猫，那很显然的，当你自己好奇的时候，追求新奇的时候，就容易跟谬论真理混淆了。不要去追求奇迹异能，你要好好的去把教会传承到现在2000年的天主教教理要理问答牢牢的去对照。凡是跟天主教教理
药理问答不相符合的，那就是谬论。所以天主教教理那是来自圣神的启迪。我们现在说学习圣经呀，这个人会讲，那个人其实他在会讲的同时也掺杂着个人的成分，是不是教会传承的那些结晶学家经过教会多少代多少世代的那种验证。所以圣经不是片面的个人去契约。有一次一个耶稣教的姊妹跟我这样谈论，说我只相信圣经，我不相信传承，因为我给他说了教会的传承。那么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圣经是谁给你确定的真实性呢？还是教会的传承通过大公会议，通过多少次的钦定才确立了圣经的真实性？如果没有教会，有没有圣经呢？你现在只相信圣经，圣经上没有的你就不相信了。所以耶稣建立的这个教会，而教会各个阶层各个机构促成万倍的一个团体，那么你自己现在只是去相信圣经，圣经以外什么也都不相信了。你首先要想一想，圣经来源于教会，那么你否定了教会，你所看的圣经是否还是真实的呢？所以我们也应该把天主教的教理，或者是说过去的四本要理，牢牢的记住，那是继承了2000年，没有更改，没有穿错。所以现在信仰混淆的时候，更是一个关键。第一，不要有好奇的心，更不要去听到什么样新奇的事情以后就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圣事期间圣事呀你看看西巡派的，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他们中间没有圣善的一面，人们一看就会看出来西巡派的说你看看说那些圣父们腐败呀，或者是说惰性呀，是有这些现象。他们向天主交账，不是向你交账。你应该提醒他们，为他们祈祷，他们也是人，你不要把攻击教会的圣父当作你自己有利的一面，所以从此以后教会都不需要圣父主教了。错误。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耶稣临终的祈祷也仍然向天父祈祷，圣父啊，求你以你的命保全你所赐给我的这些人。首先说保全，保全了他才能够他才能够真实的存在，就如同我们自己现在一样，命也没了，房子金钱银行的存折有用吗？先应该保住命了，而后其他的一切快乐呀幸福呀房屋呀这一切你自己都有了。如果你自己连自己的命也保全不了，那么你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不都是空白吗？你前边有了个一，后边所有的零都是有价值的，你前边是零后边所有的都是零。所以耶稣祈求父首先要保全那些得救的人，他们自己应该属于圣神的你看说得很清楚的，求你圣化他们。我们看到已经圣化以后就有了价值，在圣周的四的时候把植物油加以圣化成了圣油，用这些圣油在圣事当中为病人敷油为主教敷油，为圣父敷油，那么这个俗世的人也就成了司祭。过去君王跟司祭都需要敷油，敷油是被主圣的意思，真正是他自己变得有价值，
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被煮生。那么那个橄榄油在被煮生之前的时候跟其他的油一样吗？是完全一样。但是自从被煮生了以后，它的价值飙升成了生的。同样丝铎它没有被煮生的时候，它跟普通的人是一样的，即将被煮生就成了天主的人。当我们面对天主的人，我们对他不敬的时候，就是对神的不敬，污蔑迫害他的时候，就是他应该直接向天主交账，而我们不必要去评价他。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要关于一个话题，要回到这个主题。耶稣向天父祈祷的时候，是为门徒，是为信他的人祈祷。这里向我们说了，除了那丧亡之子以外，那么很显然的在这里提到了儒大斯。若望向我们所传递的信息，儒大斯很显然的是丧亡。所以耶稣的这次祈祷很显然的也是在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你看被煮生的，被结算的，儒大斯难道不是被特别结算的吗？是的。而我们的都是从无信当中、外邦人当中特别结算出来的。如果我们自己特别结算出来了，活出了天主的圣命，什么是真理呢？天主的话就是真理。我们按照天主的话去做、去生活，我们就能够成为真正被祝圣、属于天主的人。如果我们特别被结算了，仍然还活在我们自己之内，让我们自己的私欲膨胀，儒大斯就是让自己的贪欲膨胀，所以他丧了。因此我们自己今天要去反省包圈和圣化，包圈和圣化。那么我们自己看一看，就如同五饼二鱼一样，我们只是打比方，这五个饼是让人使用的，而被耶稣所利用起来是特别结算的。那么经过他祝圣，他高高的举起来祝圣了，交给门徒们，那五个饼变成了多少呢？让一万多人吃饱了。因为五千呢是说的那些青壮男人，所以这个祝圣的效果就是让他真实的有了价值。同样我们每个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今天若望频繁地向我们述说着世界、世上有的是指着地理位置就是指着这个地球，世界呢有的是指着邪恶的势力，而我们自己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天父派遣圣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同样呢，耶稣现在也祈求父，他所拣选的这些人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此祈求天父呢圣化他们，使他们去领受这种特殊的圣化，好能够让他们自己借着真理被圣化。我们要记住，接着真理被圣化。到底真理是什么呢？真理第一点是恒久不变的，不会随着时代或者是环境所变迁。凡是被环境事件所更改的，那都不叫恒定的真理。天主的话就是恒定的真理，圣经上的天主的言语都是真理。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按照圣经上天主的言语去生活了，就能够在世界上被圣化。所以我们要想真实的活出圣经，需要有圣神的力量。让我们再一次的鼓励教友们期待圣神降临的第六日，我们期待的圣神圣化我们，好让我们静默片刻，进入今天的礼仪。